没想到那只臭虫也敢来参赛，请贺林大少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哼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他能来参赛，因为你比他更垃圾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，贺林大少请放心。对，等着看结果吧。 赛进入倒计时准备，请参赛选手注意查看抽号信息。这张了啊！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呢，全是即将参加联考的学生。比赛前呢，由系统随机从中抽选出10位同学。 10张参赛卡呢，会通过个人携带的微型金脑发送给被选中的参赛同学。10名同学呢，每人携带1张参赛卡，分散在赛场的各处。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藏匿或者组队结盟。无论选择任何比赛战术，只要不离开赛场的范围即可。啊，坐坐坐。每隔5分钟。 系统就会向参赛学生的随身金脑发出一条信息，确定10张参赛卡的方位。其他人呢，则可以用任何方式向着10名同学发起攻击，抢夺参赛卡。比赛从10点开始，历时5小时。比赛结束时，持有参赛卡的学生就会获得参加联邦少年极限挑战赛的资格。很好啊，坐坐坐。 参赛选手快要上场了，有几位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，别练了，留点体力。放心，你安排的战术我都记着呢。比赛开始。 老天保佑，不要发现我！老天保佑，不要发现我！ 两个，我卡都给你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还想获得参赛资格的话，就跟我走。哦，这位赵亮同学原本是重点班的后进生，但今天的表现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啊！爆发力确实惊人，在数秒内瞬间克敌，是对手失去对抗能力。毕竟这是一场车轮战，以这位学生的实力。 这么早出来抢参赛卡，暴露的太早。没错，看来还是缺乏战术的运用。亮哥，你看参赛卡能不能？<笑>先给我把礼药找出来。这家伙今天看起来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？亮哥，你该不会……你说什么？我去那边找找。 参赛卡原来在你手里，这怎么办呀？哟，这不是重点班吊车尾吗？吊车尾赵亮，看到我们还不赶快把参赛卡交出来？<笑>最好别来烦我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<笑>
少亮，只是强卡而已，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啊？比赛就是要不择手段，玩不起就别参加。你没事吧？用同伴做挡箭牌，武德不正，难成大器。哦，是是是，以后要加强武德教育。我看未必吧，为了结果，不必太在乎过程。嗯，但这毕竟只是一场比赛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那个，我们还是继续关注比赛吧，比赛。这次比赛你的任务不仅是拿到参赛卡，还要在周乙面前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。哎呀，贺连家的公子贺连烈出场了。嗯，我很是期待啊。犬子奴顿，但愿这次的表现不会辜负周长老厚望。这小子是把比赛当作秀场了，哼，跟他老爹一样。肚子饿了，找点吃的去。小妖怪，比赛快结束了，该出场了。嗯，没事儿，还来得及，先吃饱了再去比赛。走了。为了一张参赛卡居然费这么大劲，真是丢重点班前十名的脸。赫连大少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这有足够你们评分的参赛卡，比赛时间也不多了，你们可以以任何方式来攻击我，只要能打倒我，这所有的参赛卡就都属于你们了。让我来。一起上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不错，你们也算有点实力。快跑，快跑！家伙太强了，还好之前抢了一张参赛卡。老大，那我们俩怎么办？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办。
这人怎么阴魂不散，老跟着我们？贺连烈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别紧张，这里是监控死角。这是谁呀？来搞笑的吗？是不是你们班的？啊，不是不是啊，我们班可没有这种学生。这位啃鸡腿的同学是？这就是那个普通班唯一参赛的选手。哦，好像叫李耀。赵亮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李耀同学。我们俩的旧账也该算一算了。我今天没空陪你玩。哼，我有参赛卡，你有胆来抢吗？原来你是来给我送礼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。拜你所赐，这一个月我所承受的痛苦是你怎么都想不到的，受死吧！我们重点班的都是从小被当成能力者去培养的天才，而你只不过是个生活在垃圾场的垃圾虫。今天我就是来清理垃圾的。哼，就怕你没这个本事。除了废话更多，你这个月也没啥进步。这也可以？军中格斗术虎粗鸡七连杀，这小子有两把刷子。真不敢相信，这重点班的学生竟然被普通班学生秒杀了。参赛卡和人头一起送到，只怪这小子今天太不走运了。重点班三人组想要参赛卡，有本事从他们手里抢。要开始了。一对三吗？他们都是重点班前十的学生，三人联手连贺连烈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这个垃圾虫只有挨揍的份儿了。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吗？同学，那张参赛卡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叫他，他会答应你吗？这是比赛，各自凭本事，对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哦，哼，有道理啊。只剩七分钟了，就你吗？是好汉的就等一下。这小子终于想起来自己还穿着放气，有好戏看了。现在看起来要想从他们身上夺卡，只有把他们全部打败了。他穿的这是什么呀？哼，舒服了。本来只是想躲卡，现在我会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来吧。